这个有人认为我是什么所谓匪谍的话，哎，我讲共产党讲多久了？林什么开枪被打是到底是几年的事了？看一下，2010年，哎，我都不知道时间那么快，过2年了啦，我讲共产党讲了2年了啦。我每天进进出出，出门买东西、逛街、shopping。你说我是匪谍也不成立啊，对不对？2年了，2年了，连生开枪被打2年了。2年了，